经我取到了。俺老孙啥功名不要，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，过过逍遥日子。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，我懂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，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，我也懂。我不懂的是，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孙！蠢狗，放肆！还不退下？都记好了，他不是只普通猴子，他是有功的猴子，是封过佛位的猴子。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猢狲的猢狲。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若是你败了，我带你回天庭，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定然不会罢休，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。生灵涂炭呢，好歹也同僚一场，是真不想打。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那只猪头，就说你最会扯淡，最能逗老孙开心。杨兄弟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，其他两颗先给你留着，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，这里的，上面的，还有刚刚那条黑的，留下点儿，一起上吧。老天一再给你机会，你这般不识抬举，算不算背恩忘情？Yeah.
战胜佛，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有多少人求而不得？长生不老？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字上？天禄，本性未改，今日谁也救不了。好兄长，你的刀钝了，正好给俺老孙挠个痒。小外甥，这就是你说的单挑？天上阳光扎眼的很，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。Yeah!
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。他一生豪杰，平生最喜自由自在，纵然得了正果金身，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，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。谁知他辞了佛位，欢喜还乡。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。哎，这块石头啊，在山里住了不知多少时间。我打小听人说，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。他乃天禅石猴，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，纵然不幸身死，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，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，各自逃遁隐匿世间。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，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。我老了，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，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，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，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，或是大圣复生之时。